那么我想在春节前夕教育部所推动的这个课纲的这个审议，其实所引发的争议从程序上来讲不仅违反程序正义，违反专业原则，违反民主审议从内容上来看不仅仅是这个史观上的争议而已也严重的侵害到的这个我们过多年来在这个公民教育里面所努力希望能够去倡议的多元文化跟性别平等等等的这些价值。抗议粗暴乱条，抗议粗暴乱条，守护民主法治，守护民主法治，要求撤回微条，要求撤回微条，捍卫多元价值，捍卫多元价值。谢谢蒋伟宁部长甚至很强硬的宣称课纲微调是合宪合法合程序，而且将要按照既定的时程来推动。那教育部长是担任国家教育百年大计的部会首长，那么这样的不顾法治精神跟程序正义成为最坏的公民教育的负面教材。台湾从1990年代民主化以来，以往党国体制所灌输的大中国意识形态慢慢退潮，那社会已经逐渐形成以台湾为共同体的认同。相应于这样的认同呢，以台湾为主体的课纲跟教科书的编写以及我们21世纪的所谓民主法治、多元文化、性别平等、社会关怀、公民参与等等当代的议题跟进步价值，已经是我们人文教育里面的重点。而这次的课纲调整呢，明显违背我们社会的进步价值，而出现许多严重的问题。教育部长应该停止核定这一次课纲微调的草案。那第二，考虑课纲通过施行的期间有限，而且12年国教的各个纲领即将进行调整，应该重新审视这次的微调案是不是真的有必要。第三，尊重专业，回归体制，反对非专业的所谓检核工作小组介入课纲调整。第四，既有的相关会议资讯应该公开，并且立即公布2014年1月27号所通过的高中的课纲调整的内容。第五，有关课纲调整这个过程呢，需要公开透明，广纳社会多元的声音与意见。课纲的内容应该以促进台湾民主法治跟多元价值与发展为主旨。那以上是我们的共同声明，谢谢各位。课纲调整分成三个步骤，第一个是先要由总纲小组起草，然后交给各发会审议，审议完之后再交给什么？交给那个课审会最后做定案，对不对？那个我是总纲小组的成员，也是科发会的成员，对不对？那按照程序，总纲小组的草案科发会可以另为决议，科发小组的决议课程会也会另为决议，因为这三层的解释关系是这样。那这三层里面有一层课发会，对不对？是经过了嘛？是经过，还有总纲小组是经过了嘛？经过那个全体委员决议过，对不对？会议记录必须上网公告，所以各位上国教院的网站，对不对？可以看到嘛？可以看到历次课发会的会议记录。今天12年国教的总纲草案公布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很错乱？我们中间还插队来一个什么社会国文科微调，数学自然科将近一年，而我们的国文社会科前后仅进行3个月就搞定。而在国文社会的时候是以行政命令，然后100年03年的1月14号就在开审议大会的前13天才聘委员。委员知道他们要准备这个吗？大部分是不知道的。课纲的内容可以讨论可以调整，但我们今天抗议的事情，教育部在假程序完备之名行微调硬干之时，它的运作情况总共有四个层面：工作圈、检核小组、学科中心跟那个基层教师的公听会。这里有四个我们都不知道，我可以称之为四个不知道。第一个不知道，工作圈这边工作圈的负责人宜兰高中的校长王莹，他这边说他那个所谓的收集的基层意见，他看报纸才知道微调内容，所以工作圈不知道。第二个，检核小组这边有个代表，
台南女中的老师陈正义，他教育部发函请他去开十二年国教的公听会，不是十二年国教的那个课纲讨论，他到现场才发现原来不是十二年国教，原来是要开的是课纲微调，所以他负责人他不学科中心，我们公民那个高中各科都有所谓的学科中心，那么高中的公民学科中心是负责会诊基层的意见，那么这一次的课纲微调我们教育部说是由下而上，它是因为基层有反应所以它才要微调，那么我这里有学科中心的澄清，学科中心在这里自由时报的报道，他说课纲调整内容公民学科中心全部不知道，这里我们学科中心也出来讲，学科中心并不愿意帮那个教育部背书，因为教育部也没有让学科中心知道这件事。好，再来第四个，那教育部说他要开广开公听会，广纳基层意见。第四个，基层教师，我身为基层教师，我不知道这一份公文是台北市教育局发到台北市各高中的公文。那么，各位媒体朋友，他的发函日期。教育部一月十号发函，那么转到我们台北市教育局的时候，台北市教育局的发函是一月十三号。那么这个一月十三号发函呢，到了我们学校，不只是我们学校，所有台北市各高中收到文的时候是一月十四号。那他的开会日期是一月十七号，但是他这里有写，各位媒体朋友，我这边有话，他说公听会召开前两天截止，也就是一月十四号收到文。一月十五号就截止报名，也就是台北市的高中老师，他只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决定要不要参加公听会。那公听会这种东西，一般以行政程序来讲，我们都是前十天就应该要让所有的基层知道。那教育部的公文一天，台北市的老师只有一天的时间决定要不要参加公听会。再来，这个还有更夸张的，我这里是一份台南的公文。他这里的公文，它是一个电子信，好，也是同样的课纲微调的那个公听会。这里的收文的老师，他收到的时间是一月十四号的下午三点。那台南的公听会是一月十六号，一样前两天截止报名。所以对台南的老师来讲，他一月十四号的下午收到公文，报名截止日期就是一月十四号，也就是他从收到文到决定要不要报名，可能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决定要不要参加这一场公听会。我刚刚讲这三场公听会的时间是在一月十六、十七号，这两天有什么特别的？这两天碰巧是上学期全国各高中的断考的那两天，也就是我们教育部处心积虑的选了这两天，全国各高中老师在期末考的时候，老师在改考卷的时候，他选择开这个非常重要的公听会。那么开完以后，教育部说他程序已经完备，这也就是为什么。